走在路上突然有人牵你的手，是这个很可怕的感觉。我叫他做之后，我脸都红了，我都觉得好害羞，好丢脸。也是要真的很 close 的人才能够去完成这届登户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经验。好可爱哦。穿上那个韩服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就像韩剧的女主角。这里有一个我爱的。